OK，V380CCTV， 如果你要放 memory card， 要放这里。memory card 有一边是有铁片的，铁片向上面啊，向上面插进去，然后才开机，才开机啊。或者如果你们开机了，你们插进去过后重新开机，重新 restart 机的电，然后我们进来 connect 过后，我们就来 CCTV， 我们要按 setting 这里 ，setting 这边。过后呢 ，setting， 这里 video record， 看到会有 SD card 的显示 ，SD card 显示，你们先 format SD card，format 了，如果他讲这里没有 SD 卡的话，你就 restart 回那个 CCTV 又再 restart 多一次，如果有这样的显示有 SD 卡，你们就打开这个 continuous recording 这个第一个，打开它。如果你们第一次开的时候它是关着的，你打开它 continuous recording， 然后你出回来，你按进去 CCTV， 如果你们是有录影的，这一边会有红色 record 的显示，看到吗？有红色 record 的，然后如果你们要看回重播，你们就按 replay 进来，这里可以选择你们的日子，你们的时间。谢谢大家收看。